友，以后是要继续读书还是要工作啊？工作想要找什么工作不知道啊？交一交女朋友没有？什么时候想要结婚？想要生几个小朋友啊？现在有没有在存钱？存钱很重要哦，吼！你以后要不要买房子？车子要不要买啊？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这样子就这样子，哎呦，为什么你都没办法回答呢？你哥哥叫他交女朋友了？你哥哥在哪里？哥哥在哪里？哎，哥哥啊！你哥哥想结婚啊？弟弟小子好好笑哦，不要讲弟弟哦，阿公弟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爸爸更好笑哦，简直喜欢一个女孩子很久很久啊，那个时候国中的时候，每天回家都要换裤子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问他为什么要换裤子啊，他就喜欢一个女孩子很久啊，啊，他就想说哦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班上跟大家表白啊，结果他就一个晚上都没睡觉哦，然后隔天就去学校的时候就说某某某我喜欢你，啊，就有个同学就说哦，啊，今天没来嘞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连早餐店阿姨都会笑的，你看恐怖片吗？我就突然画下他，他就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，我跟你每次每年打牌输的时候都是这个脸，然后。走掉啦！小哥哥，快醒啦！来陪你打牌了啊！快，差你一个啊！快呀、啊！吃饱了？打牌了！快快快，再去一排桌都摆好了，你还不来？快快快，打牌了，打牌了！想躲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跟你讲，别躲了，就差你一个来打牌了，这几个红包钱自己赚，走走走。哎，最近过了安那哈，啊年终是领偌济？哎呀，股长甲你讲啦吼，你即摆少年人咧，一个月咧赚咧迄五百块吼，两万三万咧拢嫌无够啦。股长吼，正常吼，一工赚咧五百块吼，嘛是赚到一间厝啦。即摆咧，股长时阵做侪做领会吼，你有啥物代志，甲股长讲，股长甲绝对甲你听的啦。哦，赞赞赞。在停车点了、喔、哦，没啊，不是嘛，你要再过去一点啊，你这边要留五公分、哦欸，你上面怎么会这样子？你这样没有对称，拉过去一点。啊、对，啊、你真的会下来，要不要带你衣服放哪里？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呦啊，这个去年的也要先撕掉了，这怎么招财啦？哦，啊，龟会狼啊，这样子乱贴，所以你贴心里面啊，再上去一点。哦，我买吧。哎呦，你摄影机怎么那样拿、啊？你那个是不对啊！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哥哥来，你看这里，这个很烂啊！你不要让别人家沙发了。来，黄大，过来过来。哎，小翔过来。哎，陈建祥，你给我滚！去厕所。厕所干嘛？去厕所，快！不好意思，好，借用一下你们家厕所啦。我要去厕所。对。下厕所啦哈，你等一下尽量去玩呢、啊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聊。哎，苏颖啊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，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？过年嘛，来来，红包红包，来过年红包，先把红包啊。哎，啊，你最近，那是苏颖，那、啊、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？恭喜发财。现在还好吗？过年难得遇到我，我就跟你讲啦，你去考公务员了没有？在我们那个年代叫做铁饭碗，叫铁饭碗是一定有原因的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做什么？你老了你做不动怎么办？啊，公务员就是有那个退休俸嘛。这个年代哦，我跟你讲，要考公务员还不一定考得上呢，是不是？你听姑姑的话啦，去考公务员。红包给你啊！哈，妈，哎，你创啥？你创啥？妈，你卖包啊！想已经大汉啦。孙呢？我今孙我妈紧啊！想啊，你去咧？妈，想已经几岁啊？二十几岁啊？红包你卖管我咧？妈，你卖包啊？这我孙啊，这我孙啊！好好好，你卖，你卖，好啦，你。卡丁手指，赶快收起来啦！好，被你小爸拿走了，不要给你妈拿去存钱哦。
啊，舅舅这次给你包多少啊？还没看。2000，我每天给他们家小孩包2200呢，啊，怎么每次都回包2000而已啊？没关系啦，我们家剩3个，啊，其他红包拿来，妈妈帮你一起存。什么不要啦，我帮你存起来啊，我平常零用钱有少给你吗？给你钱你也是乱花嘛，对不对？拿来，裤子妈妈买的几个口袋，妈妈当然知道，转过去。好啦，全部存起来啦齁。哦，对了，阿金在拜年了，赶快过去，阿金在包红包了齁。嘴巴甜一点啦齁，快点过去了。